这是现存最大的一幅通景画，传说是宫廷画师郎世宁的学生王幼学所作。漫天的藤萝绘在精美的丝织品上，透过藤萝你可以看到蓝天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它变得脆弱残破，对于它的修复是整个倦勤斋修复工程中最重要的环节。TK 来自美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，参加过很多亚洲国家古老绘画的修复，他将加入通景画的修复团队，将巨大的通景画毫发无伤地揭下来，没有成立可循。找到巨幅通景画的接缝处，这是工作的第一步。把绘画的接缝处打湿分离，想用这种方法接取壁画。然而，这样似乎不够安全。通过嵌入把壁画接下来似乎也行不通。最后专家组决定，像这样把整个夹层都取下来，可以最大限度保护壁画。这是用来修复通景画的新发明，和好的面团是用来除尘的，既可以沾掉画面表层的尘土，又不损伤颜料。这种海藻胶是用来固定颜色的，当它的比例为2%，温度在50度时，可以达到最好的固色效果。画面失色严重的地方需要第二遍补上海藻胶。纤维纸覆盖在通景画表面上，用排刷赶走里面的气泡，使纸张和壁画更紧密地贴合。已经支撑了通景画200多年的底衬，现在要被小心地去掉，重新装裱新的命纸。因为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，通景画的修复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。整个修复过程需要大大小小近100道工序。7名专家历时1年多的努力，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全部完成。最后的挑战是把通景画安全地安放回天花板。为了精准完美的回贴，修复组制作了倦勤斋模型，按照原大小缩小了9倍。反复试验确定无误之后，终于进入了真正的回贴过程。在天花板上每隔30公分画线，画线处涂上浆糊和乳胶勾兑好的粘合剂。待粘合剂达到最佳状态时，把通景画卷起来，举至天花板，将壁画上的画线和天花板上的线精确吻合。整个操作过程严谨细致，这些措施让粘合更加牢固。
终于，通景画完美地呈现在倦寝斋，如同200多年前乾隆抬头仰望的一模一样。